Hello，大家好，今天刮下一张黄金连线刮刮乐，每张收价是新台币200元，头奖奖金有200万元哦。它有超过16万个1000元含以上的奖项，这次挑选的尾数是40号，游戏方式在这边哦。刮开您的号码刮区，一共有30个号码，如果您的号码出现在黄金号码栏中这边，然后有5个黄金号码连成一线，不管是直线、横线还是对角线，即为连线成功。那就可以依照连线成功有几条线呢，就拿多少钱。这边有个奖金栏，然后上面会有一个刮模，可以来刮开作为记号哦。好，马上开始来刮吧，把它放大放大，差不多，好，差不多这么大。OK，好，马上开始来刮。第一个号码开始点名录，是16号同学，有没有？有，在这里。再来，42号同学，我们来呀、啊。哦，有，这里不错哦，连续2个同学都有报到，没有人翘课，暑假已经结束，开学喽。再来，26号没有啊？26没有，只有27。再来，43号，来43号在这里，好，再来16号在这里，再来38号，38在哪里？有没有？38有37，哟，这里有，还不错哦，目前刮中率还蛮高的。出席率很高哦，再来14号，有41，哎，至少在这里。再来49号，49，哦，是在这里，哎，不错哦，这张出席率很高呢。再来53号，53在这里，再来。18号，18在这里，哇，不错。再来41号，哇，听牌了，一个27就中奖了。来来来，再来15号在这里，哇，不错。再来28号这里。哇，25号就中奖，2527，再来45在这里，哇，这张中奖率很高啊！来来来，17在哪里？有没有？17有27，啊，没有17，37有没有？37哦，我这里，哇，再来。30，这里有30，再来13这里，哇，现在只要11、29、27都有机会中哎，哇塞，来，再来那个17，哇，47有没有？17没有，哇，再来20有没有？20没有，再来，以上快连线了，可是都还没连线。再来40这里，OK，哇，44，如果有44也可以中了，44来一个，52没有，哎，52有这里哎，哇，所以来个44就连2条了嘞。再来，五十没有，19没有，这19没有吧？没有，再来34，哇，34也没有，不会，31哦，31有，不会吧？不会只有中间这条没有吧？之前好像有一次也是这样子。不会吧！至少来给我连成一线吧！再来一
猜一猜，三六有没有三六？哇，三六没有，怎么会？快过完了呢，好像都快连到，都还没有。三九有二九，没有三九。三二，这里有三二，哇，真的给我中间一条没有啊，好过分，好故意哦。再来，还没有，好像是第二张这样子的呢。来一个连线好不好？48号有没有？十八没有啊！哇，这一条，就中间这条斜线一个也没有啦。442527291有没有？来检查一下，442527291，442527没有啊，应该是没有啦。哇，这一张啊，害我刮得那么开心，想说有机会说出席率这么高，结果竟然没中啊。好，最后来总结一下咯，这一张售价新台币200元的黄金连线刮刮乐尾数40号宣告杠估啊，做了200块钱的公益。好，那就谢谢大家的观赏，再见咯，拜拜。